原始点医学完整版，张昭汉医师著，2021年11月出版发行。三、外治法。西医从果治病，是从患处下手，以及通过医疗之手术、复健、牵引等方法，直接处理症状或仪器检查出来的异常形态及组织受损。如此固然有助于疗愈患处体伤所致之疾病，但未必有助于解除他处体伤所致之病症。且其中的手术会严重破坏身体及消耗热能，对重病患者不仅难以治愈，甚至还会危及生命，故从果处理非治病善法。相较之下，中医与原始点从因治病，不仅有医疗，还有保健。其中医疗是通过针刺或按推，直接处理他处乃至患处的穴位或压痛点，以改善组织器官运作。保健是通过艾灸或姜敷，用于体伤位置，借由皮肤吸收直接温暖身体，以加强改善特定部位的热能不足。但原始点之医疗与保健是不可切割的，以及按推与热源必须并用，如此既可解除他处或患处体伤所致之症状，又可收因变果转之效，解除仪器检查出来的异常形态及组织受损，故从因处理是治病善法。此外，胃病表示体力正常，热能上足，处理上应以按推为主，热源为辅。原始点通过医疗按推一条脊椎及七处的压痛点，不但能辨明胃病之体伤位置，也能快速解除他处体伤，使疾病消弭于无形。而中医与西医并无此医疗治胃病的诊疗合一方法。在此情形下，若想通过保健之热源改善体质，使疾病消弭于无形，则需持之以恒，日久方显其效。由此可见，治胃病保健并不能独当一面，只能作为医疗之辅助也。虽然外治法可通过医疗保健之源以解除症状，但不能因此就说外治法有治病功效。比如感冒，用艾灸或姜敷把病治好，能说艾姜可以驱风寒、杀病毒吗？如果能把它们放在屋内，不就满屋温暖，了无病毒了吗？又如头风痛，用木棒或手肘按推把病治好，能说它们可以驱风止痛吗？如果能，家具多木质，且手肘在身，为何还得头风痛？显然，能疗愈疾病是因为疾病之因，热能不足或体伤获得改善。可见有缘有因才能改善果。再说按推、针刺、拍打如果有效，那么眼睛痛若按推臀部，会不会如隔靴搔痒？针刺穴位会不会导致晕针？拍打眼睛会不会打成熊猫眼？显然，痛症多属他处体伤所致，
不能解证是因为疾病之因，他处体伤未获改善。可见有缘无因，不但不能改善果，甚至对虚弱者或患处下手还会加重果。由此可知，疾病之所以能够疗愈，固然与缘有关，但关键是因能否改善。故手术、复健、针刺、艾灸、按推、姜敷、拍打等缘固然有助于疗愈疾病，但若忽略身体运作或体质差异的因，那么也会像内治法一样，犯了弃因谈缘而说缘治果的过失。总之，缘不论分属内治法或外治法，医疗或保健，都不能说有治病功效。换言之，若要解决疾病症状，终须内求于身体的正常运作。即按推、热源及其他保健等诸源，皆需通过身体热能作用及组织器官运作，才能改善疾病之因，体伤及热能不足，提升代表人体体力的免疫力、自愈力，以达到自我疗愈疾病症状果的目的。由此可知，因要影响果，必须借助缘。同理，缘要影响果，也必通过因。单一的缘并无治病功效。四、总结。医疗不论是通过内治法或外治法，侵入性或非侵入性，从果或从因处理，其目的都是为了改善组织器官运作，快速解除疾病症状。但医疗若无适当保健措施的配合，对热能不足、体力较差的慢性病患，不仅疗效难以持续，甚至还可能危及生命。因此，为了改善热能不足、增强体力，以达到保命及自愈疾病的目的，医疗应将保健纳入其中。反之，为了能够直接刺激体表的压痛点或经络穴位，以改善组织器官运作，从而达到快速解除他处体伤所致病症的目的，保健也应将医疗纳入其中。由此可见，治疗必须医疗与保健并用，内治与外治互补，不可割裂或偏废，使医疗保健之源得以相辅相成，充分发挥。如此才能加速改善体伤及热能不足，从而达到保命及疗愈疾病的目的。事实上，很多疾病是不良生活习惯导致的，因此当务之急是将正确的保健观念融入日常生活，以养成良好习惯，如不抽烟、不喝酒、不吸毒等，并积极落实温热性饮食，注重保暖、适当运动、充分休息及良好心态。若病情需要，不仅可通过保健外内热源之姜粉、姜粉泥或姜汤用于体伤位置，直接温暖组织器官，还可通过医疗按推原始痛点乃至患处痛点，并配合其他外热源温之，如此才能加强改善特定部位的组织器官运作及热能不足，从而达到无病可抗老增寿、预防疾病，
有病可加速疗愈疾病，使重病患者转危为安。毫无疑义，这种生活化、非药物、非侵入性的医疗保健之源，才是解决生老病死问题的最好方法。一人为本，一命为师，永远不停步，永远不停步。